大家好， Comfy UI 最近更新了界面，这里先分享一下一些设置。首先点击设置的小齿轮，我这里的调色盘也就是 Comfy UI 的节点主题，我用的是 Easy Use 插件的 Obsidian， 因为这个主题的节点是半透明的，可以看到节点后面的连线，个人觉得非常好用。另外呢，菜单的话，如果你觉得右边的菜单太占地方，你可以选择放到下方或者上方，我这里选择放在下方，然后这时左边也会多出一个菜单栏。如果你的 CPU、GPU 参数像我一样消失了，可以刷新一下界面，刷新后硬件参数就可以正常显示了。Comfy UI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地方，就是搜索界面。我们删掉默认工作流的图片预览，这里从 VAE 解码器引出一条线并松手，会自动进入搜索界面。可以看到新版搜索界面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实时预览节点的状态，并且系统会帮你自动过滤出以图片为输入的节点有哪些，看起来是挺友好的。但是这个功能我具体使用下来其实并不是很好用，首先是目前搜索不支持中文，其次是之前是在连线处自动给出些建议节点，虽然建议不太准确，但有时简单的连接还是之前方便些。这时候我们可以从设置中改回原来的搜索方式，在设置中找到节点搜索框，选择第二个改回旧版，和之前一样，我们就可以从建议节点找到你想要的节点。另外呢，如果你嫌不够多，还可以在设置中修改建议节点的数量，我们这里改成11个，这样每次它可以推荐给我们11个节点。那么关于新界面我就分享到这里，今天主要给大家简单分享关于 Flex 的 Clip 的一些测试。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 Long Clip。 我在网上的时候经常遇到信息说 Long Clip 对于 Flex 的超长提示词有非常好的作用，但我试下来感知并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做了一些测试。在讨论 Long Clip 对 Flex 的作用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在 SDXL 模型里它运行的原理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基础的 SDXL 的文生图工作流，我们接入一个 debug， 用来查看文本编码器输出的矩阵大小。这里的 clip 文本编码器说白了原理是将提示词转化为一个矩阵给到我们的 K 采样器，有了这个矩阵呢，让我们的模型才能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我们切到终端，这里显示的就是矩阵的形状了，这里的一就是 batch size， 因为我们现在每次只生成一张图片，所以是一。而77可以理解为类似大语言模型的 tokens，就是我们在 clip 编码器输入的上下文窗口长度，而2048是特征数，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矩阵的维度，其他的先不用管，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个77，也就是 tokens。 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加一个 long clip 的节点，再来看一下这个矩阵形状会发生什么变化。而这个 long clip 的作用，我们看项目的主页，主要是把 clip 的最大输入长度从77变成248。好，再次来到终端，可以明显看到这个77变成了248，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输入更长的文本提示词。但是我们主要是想看看导入 long clip 是否会让我们 flex 的输入长度增加。这里导入一个 flex 最简单的文生图工作流，同样的我们接入一个 debug， 先测一下 flex 专用的文本编码器的输入长度是多少。对了，为了严谨，这里我们也试一下这个普通的文本编码器的文本输入长度。从终端可以看到，无论你用哪个文本编码器，只要是用了 T5 的模型，它的输入文本长度都是256。那我们再加上 long clip 试验一下。首先，这里可以看到，生成效果没有任何提升。我这里的提示词应该算是比较长的吧。再看一下终端，文本长度依然是256，也就是说，输入的文本长度没有也不会有任何提升。但是，可能有的同学感觉有时候效果有提升，我想原因可能是这两个模型，也就是 Long Clip 和它原有 Clip L 会有一个模型简单的融合，有时候会使 Clip L 的能力有一点点的提升。但是这一点点的提升对于这个1GB 大小的模型来说是非常不合算的，因此
我个人是不推荐使用这个 long clip。 那么怎样通过操作 clip 来提升我们 FUX 的效果呢？我这里也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案例，仅做参考。同样，我这里导入一个 FUX 的最基础的文生图工作流，可以看到模型用的是 GGUF 量化的 Q8 模型，文本编码器用的是 FP16 的 T5， 然后这里是最普通的 K 采样器。我们这里先输入我从网上抄来的一段提示词，运行一下，可以看到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无论是提示词遵从度还是美感方面，随便出一张都不错。但是呢，可能有时我们会出现其他的需求，比如我这里提示词有一个要求是真实风格的女性，但提示词也有扑克牌、封面、素描等表征非真实画面的内容，使得它的整体是非真实的风格。那么在不使用 IP adapter 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只修改提示词获得一个真实系的女生呢？如何来获得被 FUX 忽略的提示词效果呢？我首先想到的是 ClipL， 它需要的输入是一些短语提示词，于是我把专业摄影和真实风格写在这里，希望能够改变人物的风格。但实际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只是姿态发生了变化，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作用。我还试了一下将这个提示词复制下来放到 T5 里，结果效果类似，并没有突出摄影和真实风格这两个提示词。这时候我在 ClipL 和 T5 里都输入风格提示词，再次强调一下，从这次效果来看还不错，符合真实人物形象，获得了一种虚实结合的效果。但是似乎 FUX 对风格提示词并不敏感，这种多次强调的方法并不是每次都有效果，那么有没有更稳定的方法呢？我们也可以用条件组合的方式来突出其他的提示词效果，先把表示真实的提示词删掉，然后在上面添加一个文本编码器，然后连接一个 FUX 的 guidance。 这里的 guidance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的 CFG， 是一个高级版的 CFG 值。我看论坛对它的描述是和 CFG 一样， guidance 值越大，文本提示词遵从度越大。不同的点在于 guidance 增大对比度提升，没有 CFG 的对比度提升明显。我们在增加一个条件时，需要对这两个条件提示词进行一个组合。这里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combine， 还有一个是 contact， 这两个都是能组合条件的。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例。首先我们之前提到 clip 编码器输出的其实是一个矩阵，我们的 contact 它是将两个条件矩阵进行一个竖向的拼接，比如两个4x4矩阵直接拼成了一个8x4的矩阵，然后输入到 K 采样器里面。而我们的 combine 呢，它是将我们两个条件平行的不做组合，将两个矩阵都送入到 K 采样器，在 K 采样器后面再将把两个条件生成的两张图片进行一个融合。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效果，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 combine 的条件结合方式。在上面的 clip 编码器中，我们将专业摄影真实风格填入， combine 是直接输入两个平行的矩阵之后再进行图像融合，此处建议 guidance 的值低一点。好，我们来看看运行结果，可以发现人物明显比上一次的结果真实多了，甚至是真实的有些过头，失去了原来的特征，而且卡片服装也多了些老旧痕迹。我们也可以换成 concat 的条件结合方式来做个对比，同样 guidance 建议在2到3.5之间，其他保持不变。好，直接看效果，来和 combine 的效果对比一下。这张图片是 guidance 等于 3.5 的结果，它的真实效果介于原图和 combine 之间。我把 guidance 调成2，再看一下效果。好，可以发现 guidance 等于2的真实感效果好了一点。我把这四张图片放在一起，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效果。当然，为了避免是偶发情况，我们再来多试两组。先看第二组，第二组图片和第一组类似，中间两组表现最好，感觉这两种方案在真实性和原有提示词风格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好，我们再看第三组图片。先说明一下，这个提示词并没有写红色的衣服，只写了汽车修理工服。第三组个人觉得第二张图，也就是 concat 结合条件表现得好一些。为了进一步验证 clip 加 T5 重复强调提示词和 concat 复合提示词两种方式的实际应用和关联，我们可以再看一个横向画面的例子。看这幅图片，它是由右边的提示词生成的，这个提示词非常复杂，当然
由于 Flex 优秀的底膜素质以及超高的提示词理解能力，在没有任何抽卡的情况下，美感和细节都很到位。但是呢，如果我想要给它增加一个自拍的效果，改善它的背景虚化效果，让这张照片更加真实。我们知道 Flex 模型非常喜欢背景虚化，我试过很多清晰背景相关的提示词都没有效果，除非加 Laura， 要不非常难出大景深的图片。那么我们可以先试一下在 T5 窗口这里加一个提示词，这个提示词的意思是用鱼眼镜头自拍，我们来看一下画面是否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好，可以看到他的手确实是自拍的姿态，但是背景虚化还是非常严重，同时并没有鱼眼镜头的扭曲感。我们像刚才一样，同时在 KPL 这个窗口也输入鱼眼镜头自拍的提示词，再看一下效果。当然我这里并没有用 Concat 条件组合的方式接入 K 采样器，而是文本编码器直连的采样器。好，我们来生成一幅图和上幅图做一个对比，这个明显比上一幅图效果好了很多，最起码无论是背景还是这种鱼眼镜头的略微扭曲效果都有表现。同时我们还可以再试一下 Concat 的组合效果，在上面的提示词窗口输入同样的提示词，并把下面原来的提示词删掉，看一下效果如何。好，这是 Concat 的结果，可以看到跟上一张图片，也就是 Clip 加 T5 重复强调提示词效果类似，但画面扭曲感不如上一张。其实到这里我们可以猜测，在 Clip L 和 T5 窗口填入相同的提示词，其实就相当于这上下两个文本编码器结果做一个类似 Contact 条件组合，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种竖向的矩阵拼接或者融合。这两种方法其实都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去凸显某些特定提示词的效果，这可能会对作图产生一点帮助。今天关于 Clip 的一些使用的个人心得就分享到这里，有机会我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关于 Flex 提示词的其他玩法。Thank you.